看一下，耶，你躲在这里啊？嘿，我去买菜，家族妹妹跟我去，她不去。她说你要买那个，你要买什么啦？蜡笔。蜡笔啊，不能买蜡笔，她就不跟我去嘞。我现在要带她去超市里面去买蜡笔，自己要不要吗？你要不要吃？昨晚在那里买。啊？昨晚那里买。昨晚上哪个地方？就是昨晚是那边买。那个那边那个超市没有啊，老板娘说了没有差别，我们去美美超市去买。我想去那里别的地方买。那我们去美美超市去买好吧。我要在那边买。哪一边？那边。那有没有咯？那里，他都说没有啊。嗯？我要买别的那种就得了。别的哪一种？那里都没有的卖啊，那你去那里去干嘛？我要去那里。我们去美美超市去好吧。不要。好好好。嗯，走，我带你去。来，走，去这个超市没有了，都说了没有了，去另外一个超市去。嗯，走。嗯，干嘛？玩吧。嗯。嗯。走。我不要走。那你要干嘛？走。玩爸爸。不抱了，你好重了。你好重了，我不想抱你。哎呀，你好重啊！你怎么那么懒呢？嗯，你好懒呢。走了吧。猪妹妹最喜欢来的美美超市。蜡笔，蜡笔在那边啊。我看一下哪一种是蜡笔呢？好像都没有蜡笔卖，是不是？嗯。有没有？那别的蜡笔。那你找一下看呗。那你说你买什么？你放我这边。找不到蜡笔了怎么办？那谁叫你？问一下老板好吧。是这种吗？是不是？是这种是蜡笔吗？嗯，蜡笔。几秒几钟吗？蜡笔里面，这样没有人的眼。是不是这种？啊？不是。不是啊。没选好，要那种。要哪一种？看上去这种。你是不是忘记了？是不是这种？不是呀，不是这种的。是蜡笔。那是哪一种？走，没有了，走回去了。等下我们去北邮去买，好吧？嗯。好不好？不要，我现在就要去。现在就要去啊？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哦，走。后面。呵呵呵。走了，拜拜了。走，这里有个超市，走，这里是有的卖的。就在这里，你看，有个晨光玩具这里。应该是这里面吗？这里面什么笔都有卖，走，进去。家，嗯，你的花朵都是颜色。哎，是这种吗？嗯。是不是这种？也不是啊。哎，那你之前画的是哪一种？这种吗？之前画的是那种啥？
那你看一下这里有没有的卖？你下面有，上面也有。你画画画的不是画的这种喽？是不是那种啊？下面也有那种。你这里也有这种吗？油画棒，这是油画棒，可能这个不是，是吗？是呀。是这种啊？你确定吗？你单弄错了吗？是这种啊？你们看见这里有那个颜色了，有这个颜色，就这种了吧？好呀，嗯，你说的，嗯，走。我怎么知道这里有啊？也有这个东西的呀，你不懂了吗？我哪里懂？也有这个。我又没有画过，我哪里知道？我们都画过了，就你上次给我们画了。是谁那个？嗯，穿双鞋的也可以，嗯，这个也可以。这里是最多了。太坏了，不能拿这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哈哈哈哈哈！哪里不？这么高你一层？那我跟你亲一口吧。那我跟你亲一口不？不行啊！我跟你亲一口不？哎呦，你打我呀！打我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不打呀？怎么能打人呢？饭吃饭。这是谁的饭呢？不吃。没有吗？这谁的饭呢？不给我吃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没有去读书喽？放假了。放假了。不用去读书了。不用去读书了。今天星期几呀？我哪里懂？你哪里懂啊？萌萌萌。你不能进来，你出去门口外面吹空调去。是哦，对吗？你告诉我，直接把这个吃完，不给乐乐吃。你不被乐乐吃一口？那谁叫你不煮两碗？那等一下我就煮一碗吧。掉了。我饭掉出来了。现在被子给我吃。到古亭山这里，然后黑妞的蛋糕店就在这上面。看到了没？就是手指的那一间。前几天我整理了一些衣服，那些不要的衣服、裤子还有鞋子，然后我把它洗干净了，拿到这个地方这里，然后我把它放进去，总共有三袋。我到这个银铜广场这里来逛一下广场，然后等一下子买一台空调回去。我要在厨房里面装台空调，要不然太热太热了，受不了。买一点跌打药水，这个人的跌打药水很好的，然后我帮我一个朋友买的。脚上面生沙虫或者被蚊虫叮咬的话，擦一点点，第二天就好了。而且哪里痛的话，擦一下就好。啊？你两个啊？有饭。你两个啊？压量吗？我两个没有，刚才他们压嘛，要三包。也可以买药粉回去泡酒，一包。一包好像是20块钱，然后可以泡一斤酒，拿来闻一下，很又有点香味，然后很凉，很凉的。到卖二手型空调这里来看一下，因为我上次那台也是在这里买的，其实没必要买新的在厨房啊，油厨房里面油烟很大的，一下子就脏完了，反正这种7-8块钱的东西坏了就丢掉它。这里有一台是格力的，好像是2020年5月份生产，
看起来倒是很新。这里有几台都是2006年6月份很新的这几台。好久没来了，这台也是8月份出的。九九斤哪一个？几种？我自己装啊，你有没有帮装？你好远。是啊，上次那台不是我自己装。上次你自己装要1000啊？上次我买它1000。没一样的，这个是冷暖的。我上次那台没有冷暖的，没有暖的。冷暖的。你有讲有暖的，你弄哦。没有的，我们记得是那个冷暖。老板娘，你没老实。几个也没可能有冷，那我讲是冷暖，可能是冷暖。这种价钱拿来贵没有办法，真的是。那我讲是冷暖，可能。我没讲是冷暖，我也没讲是冷暖。买了这一台。2008年8月份出厂的，看一下，是冷暖的，多都没够买，就几百个，真的。卖空调的，帮我把空调装到后备箱里面去了，又刚好可以装得下一套空调，回家了现在。